宜兰玩了。这一次我们先来到龙潭湖，那因为这一次来宜兰的天气真的很烂，我们好不容易呢有三天的假期来这边，就这三天呢气象预报都是在下雨啊、哦。那我们现在只能利用第一天可能比较没有雨的时间来龙潭湖这边骑一下哦。那因为这边的路比较短，大概一个环湖的路线差不多在2公里左右哦。利用这样的时间把这一圈骑完哦，也不会造成就是说三天都没骑到车。好，就这样。龙潭湖名产花生卷冰淇淋，它的花生的那个味道很香，嗯，而且很细，然后皮呢又是一个很湿润，然后不会很干的一个皮。才逛一下下而已，就开始下雨。那我现在要回去把车开上来接 Mandy 回下去。那现在下雨天呢，车到底可不可以骑？其实还是可以骑，只是说要看车子的状况哈，跟天气的状况。如果你的车的防水啊，有些车的防水比较不好，那就比较不太适合。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个部分是天气的部分。天气如果说像现在，因为雨是毛毛雨嘛，所以这还没有问题。如果是站在外面，然后大概我自己判断啦，可能大概在3秒左右到5秒左右，就是你会全身湿透，那种雨的话其实就不太适合骑车。所以今天龙潭湖的这个活动呢，也只能在这边被迫终止。这个处的编号是 SOD33K， 也是 SOD 哦。你们现在要去哪里？你在耍废。
这里是宜兰的台化厂。台化厂可以看什么？可以看生态教育。生态教育。生态教育。在台化厂看生态教育这么特别。之前影片都不想看。参观一下。龙潭湖生态教室。这里可以回收家里不要的玩具。多健康哦！对，防疫期间多洗手多健康，要这样搓一搓。冲脱泡盖送。原本不是烧伤耳朵。这个长得很像高美湿地的那一颗海角明珠，这个跟五戒一样，哦，是满江红。那不要看它看起来好像陆地哦，其实是水。看，刚吃完午餐以后呢，本来天气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结果我们本来以为可以到东山河那边去骑个车，结果就看到又是下雨。夏天。对，现在最爱下雨。现在地上呢又整个湿湿的，整个东山这边湿哒哒啊。那我们后来决定改到这个传艺中心这边来。好，我们现在看到身后这个传艺中心，就是我们现在待会要在这边停留的地方。那如果有机会天气好一点再看看吧。好，雨天备案。对，这是我们这一次的雨天备案。有四位都成人吗？对，600元。我们刚刚一个人花150块钱入园，但是有两个人没有花钱就进来了。两个人？对，有两个人。有两个人是来抽的。有全年的福袋哦。对，1月1号记得去看。对，他们竟然有全年的福袋耶，福袋有免费的入场券，真好。对对对，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买全年的福袋。你们两个好像哦，是兄弟吗？有像吗？超像，超像，肚子不用说。
个整人的天气啊。我们来到传艺中心之后，没下雨，又没有下雨了，到底怎样？不给我们骑车，都就是不给我们骑车就对了。好。住的饭店楼下就是夜市，所以买东西很方便。那我们呢，因为在夜市今天人很多，所以我们把夜市里面的啥东西我们就买一买，然后带回来饭店吃。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晚餐的成果，就是这样子。嘉颖从来没动就只动的，所以我们偶尔还会玩呢。我现在只玩那个。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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